有了吗？耶，真是的！还有我刚刚那边自言自语，shit。好，穿个衣服。好的，是不是聊个天嘛？对啊，没有，很久没画图了，是不是？因为我还有，我不是有，我刚刚只讲，刚刚就是没开到台，然后有在讲，可是没有，你们没有听到，就是说我不是有打那个 solo queue。然后我每一场都分开上传嘛，然后我在想要不要想一个很麻烦的做法，就是每一个封面都不一样。我本来想说每个封面都不一样，然后可是这样后来想想这样太麻烦了，我一定后面会放弃，然后变成没封面这样。所以后来我就想说参考那个 Mistake 啊，Mistake 它分那个影片那个封面，它就是用英雄来分，所以我在想说，我是不是也用英雄来分？就是说，比如说我这场玩卡莉斯塔，那我就上传卡莉斯塔那个封面，这样子。然后我玩纳尔，我就上传纳尔的封面，就我用哪一只就画哪一只英雄，这样子。然后这样子，我顶多就。反正我也不可能会玩所有英雄啊，我就是会玩那几只，那几只把它画起来就好了，这样。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这样子比较好。对啊，我想说那每个全部都卡莉斯塔了，不一定啊，也有别的啊，是不是？好啦。看，给你们看，现在就是就会想说分呐，啊，你看现在 NG 就这个、啊，通通用这个 对啊，诶，然后战队是这个啊，可我就想说 solo Q 要什么这样子，可是后来想想，我也没几个会玩的英雄，你最后上传就都是那样子。好像也怪怪的，还是说 solo Q 就一张这样？为什么我的视讯这么白啊？怎么那么白啊？啊，不给调啊！哦，看好像没什么差啊，很白，应该是因为我现在整个荧幕都白了，就很亮这
胜败图，可是胜败图就被捏到了，有一些人不想被捏，结果。你可以在粉丝团上传你画的图吗？我没上传吗？我有上传吧？我不是有上传吗？啊，不管了。我决定先画一个雷克萨好了，因为我觉得今天雷克萨太帅了。啊，没有制定啊。睡觉的晚安啦。我们来画一个雷克萨，等一。开台哦，好，我先关，我先关这个。你关了吗？靠，这雷克萨怎么？好难画啊，画个简单的就好了。雷克萨在哪里？怎么大家的雷克萨这么奇怪啊？好丑哦！这些越找越奇怪啊，一堆女生图，等下露点怎么办？看不懂雷克萨的样子。就像你今天在才知道有戴一个灰色 MC 的帽子，可以问是哪里买的吗？那是小象帮我买的。这好像蛮清楚的啊，这个蛮清楚的。反正我画图也很随便嘛，好啦，就这么决定了，随便画，随便画。这图好小，还是画12807620好了。What the hell？头是不是长这样啊？好好笑啊！哎，差不多了。牙齿。哎，画错牙齿。
手很大个嘛。靠，也怎么有点看不出来啊？看，这是复杂的怪物哎。生气脸，你可以关麦大概两分钟吧。好啊，问一下大家，我关麦两分钟，再给他打个电话，等一下再开麦哦。不说了，先关麦。
他打完了，继续提字。你有要吃饭吗？嗯，你要吃吗？你想知道？煮啊 ，LZQ0808， 谢谢哦。你要煮啊？还是买个东西回来吃就算了？干嘛？看你啦，看你啦。画好了，不想上颜色，超随便。潘夏露感觉就像是一个肥宅、啊。颜色嘛，不要了，好懒哦。白山，我觉得白山还蛮好笑的。可是白山会不会后面还要画竹子？是不是都没有？不知道有什么笔比较好画竹子的。哦，这个好像还不错。竹子是怎样啊？不会画竹子啊？还是马克笔好了。白猫藤，嘴巴是不是画错了？你们是不是对嘴巴很有意见？嗯，嘴巴画错了。这样会比较好吗？好啦，不要戴墨镜好了。新干爹，欸，Walking Mama，谢谢啊。越丑啊！画图这种人就是越画越丑啊！丢丢丢丢丢丢！蜡笔小新式画法。藤是这样写吗？好像写错了。草布。欸，藤是这样写吗？为什么感觉我写得很怪怪的？哎，错了错了。
藤下面是马还是？马吧？哦，那个藤哦，嗯，玉蜀黍的那个，就水。也不算水啦，四个点，怎样？是吧？干 不会写字，干救命！看字太，你看是那个藤字太小，我看不懂下面。刚以为你说腾云驾雾的腾，啊！好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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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储存了，超懒，靠，42分了啦，超快就要那个了。好了，快没时间了，快没时间了啦！再画一张烂图就要那个了，要准备那个了。你要干嘛？我要工商啊，干嘛？2点，哦，休息一下不？怎么画一下图就感觉要工商了？好快！以前六探杯的，我看，以前六探杯的冠军点都还留着吗？还在那个啊，还在 LNG 的相簿里面啊。嘟嘟嘟嘟嘟，啵啵啵啵啵啵，丢丢丢丢丢丢，弄一下公账东西，等我一下。虽然还有15分钟，就聊聊天啊，反正现在人都比较少，下午人就比较少。三国志，是不是？好的，先把绘图板收起啊，没关系，不用收。哎呀，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我今天本来想说去弄车子，
啊，刚打电话，他们没有接。但是那个介绍我的那个观众，他好像是 跟那个车厂那个很熟，他帮我打电话问。对。我要 po 刚刚那张图了。嘿嘿，AD 的朋友。AD 的最爱啊！哎 ，W 他那个帮你画 YouTube 图，叫不具名的热心铺友的图会 po 粉丝团吗？不会啊，因为他。他那是他的图啊，而且他也不是帮我画 YouTube，他不是帮我画，他是自己画。然后我问他可不可以拿来用，这样子。洛杉矶午餐吃什么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你有想吃什么吗？还是买便当，或者是？我自己弄啊，反正是我去。好，没关系，你弄。嘣嘣嘣嘣嘣嘣。耶，那个观众帮我约到了，我今天晚上8、9点就可以过去用。他们是用私讯传图给你吗？不是，他是我在扑浪上看到，应该是他自己画，然后自己发扑，然后有人转他的扑被我看到，然后我就追踪他，然后问他，觉得他的图很可爱，然后我每个礼拜都有。那种不是精华，因为精华我自己画嘛，就不是精华那个可不可以 po 他的图？那他也不用感觉有压力，这样子就是他想画，他自己很听台无聊画，就画，没画没关系这样子。我先开一下那个好了，我等下会重开哦，等下开工上是要重开，不然他影片割不掉，是不是？没有抽 FF 啊，好，我先关好了 我先关一下，然后我等一下准时开哈，等等见，啵啵。